房子都新的，那城管就不帮忙，这是救灾物资啊，四川拉过来的救灾物资，城管只晓得在拿柴，他先说不拿下，但是让他拿呢，他就拿，这上面的没事啊，看清了车牌号啊，这只晓得在抢，跟他说了叫他莫拿，这是救灾物资，不听，非要拿。哟，这跟拖出来有没区别？